说你，你还不高兴啊？你这小丫头，打小就没少让我操心。山杏啊，你老大不小了啊，别总耍小性子，因为点小恩小怨就大吵大闹，想说啥就说啥，想干啥就干啥，那哪行啊？ 记着，我跟大明说过，人呢要胸怀大志。什么是大志啊？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、繁荣富强的新中国，这就叫大志。我们这些人。 都是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着。希望你呀，也要为了这样一个目标而奋斗，啊，早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。要做到像丁大命那样，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不怕流血牺牲。 遵守纪律，听从指挥，每一项任务都能出色的完成。你要能做成这样，三叔我也就放心了。好的，三叔，我一定做到。记住了啊！我记住了。 你要干喊，我就一刀宰了你。你要干啥？我三叔呢？关哪儿了？关哪儿了？二嘎子！你管世才！ 大明，饶了大明！再动，再动我一刀捅死你！我不动。我问你，三叔呢？三叔关在哪儿了？关那个……啊？那关在守备员大牢了。带我去一趟。我带你去一趟。带我去一趟。行行，我带你去一趟。 是，我，关队长，这么晚了，你来干啥？那个，我三弟是不是压在里边？对，在里边。我想进去劝劝他，让他别不识时务，赶紧投靠佘团长，这样还能保住性命。关队长，你这好像喝酒了。喝了，还能劝吗？就喝酒才能劝呢。 要不喝酒，有很多话说不出口，是吧？我敬你劝了。走走走走，进去吧。哎，文志良，文队长来看你了。别动！哎呀，山杏，大命！大命！ 现在不是说这是时候吗？大明，你不能杀我！大明，队长，关世才咋办？三弟啊，三弟，我可放你一回啊！咱俩一奶同胞，你可不能杀我呀！不信说吗？我能不是一时糊涂吗？再闭上！队长。
欢世才，罪该万死。我们做不成亲兄弟了。把他关起来，省着他跑出去报信儿。永进，永进，别动啊！使劲，别救！我便宜你了。大明，轻点，轻点，大明，别救啊！不救，不救，轻点，轻。哎呀啊！哎呀！袜子把他嘴给堵上。别山鹰啊，你看二叔塞点草也比塞袜子强啊。咋的？你还嫌袜子脏？我告诉你，关世才，你比那袜子还要脏呢。关世才，今天晚上臭袜子什么味儿？张嘴！我。陈静，快！三叔，来，慢点。哎。关世才，在这个日本人留下的监狱，鬼都挨不过去。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嗯，团座，我绝对没撒谎，我真的是想劝我三弟让他归乡，结果没想到游击队来劫狱，把看守给杀了。把关世良和山杏就给救走了。为什么没杀你？本来是也想杀我，后来我三弟说呀，跟我毕竟是一奶同胞，他下不了这个手。完了，后来就给我绑上了。
把我嘴里塞一只臭袜子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妈，太他妈臭了！我怎么听你说这话像是编的？就算你想劝你三弟，大半夜的你还喝了酒，怎么会想起这事儿来了？天亮了再劝不行吗？我参谋长啊，是让你说对了。我要不喝酒吧，我真想不起来去劝他。就因为喝点酒，我脑袋一热，我就去劝了。你怎么劝的？我说三弟啊，我说你小时候是不是大酱吃多了，脑袋给淹了啊？啊，你说你跟共产党干有啥好处啊？你学我，连姓都改了，就差管社团长叫爹了。胡说八道！不是团座，我真的没胡说，也没八道。啊，我再问你，关世良是不是你放走的？演了一场苦肉计给我看。来人呐，大刑伺候！团座，看看报告，什么情况？山杏被我们抓回来了。山杏抓回来了？好啊。关世才，山杏被我们抓回来了，啊！我一会儿就把他带来。如果你们俩的口供不一样，就崩了你！李明武，在，把山杏给我带来。是。队长，啊，大队长，这是哪儿？这是太平沟的探油。啊，山杏呢？山杏现在我也不知道啥情况。他不是又被抓回去了吗？队长，这些你就先不用管了啊。我一会儿啊先回家，我让我嫂子来照顾你，然后我再上山啊把王政委叫过来，让他把你带回去。快去，快去。好嘞。现在说实话还来得及，团座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真的是想住嘴。你要是先说出来，我割了你的舌头。山杏，啊，你告诉我，是什么人把你们救了？是什么人把我们给救了呀？说呀，是什么人把你们给救了？那还有什么人啊？游击队啊。除了他们，还有谁救我们呀？那你这个二叔为啥被绑在牢房里？他呀，说呀，你二叔为什么会被绑在牢房里？你问他啊。我问过了。那他咋说的？小丫头片子，你套我呀！我要告诉你他怎么说的，我还用问你吗？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就说呗。二叔，哎呀，不对啊！你现在不是我二叔了哈，你现在跟这个蛇团长一样姓蛇。我姓蛇。啊啊！蛇队长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，我要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，他们把你给毙了，可别怨我。
沈星啊，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，我是管不了你的。你看看这个佘队长都快吓哭了。快抓！哎呀，我这个人啊，从小就怕别人凶我，这别人一凶我，我这一害怕吧，我就什么都忘了。小丫头片子，我们团长对你够和气的了，不然早就给你用刑了。你可别不识抬举，赶紧说。行行行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说啊。我和我三叔在牢房里本来都快睡着了，这个时候突然牢门就打开了，然后有人就进来了。谁进来了？谁进来了？他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三弟啊，你还是别跟共产党干了。你投靠我们佘团长。”他是这么说的。咋的？他说的跟我说的不一样啊？那赶紧把他毙了吧。算你命大。放了他吧。咋不死呢你？快，别让！谢谢你啊！谢啥呀？和我还客气？你们是共产党的部队，为老百姓打天下，命都豁上了。我做这点事儿，不用谢。你也懂得，我们共产党人是为老百姓打天下呀。我这都听大命说的。大命说，能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人都是好人。他决定了跟着你们干。安明这小子，哎，不错，进步得很快，不像山杏总是使小性了。山杏从小娇生惯养，任性，这样就不错了。对了，狼雕那边有没有消息啊？没有消息，我也一直担心。你不用担心，狼雕这个人智勇双全。我相信他会化险为夷的。关队长，关！哎呀，政委，然后你们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出去等你啊。好。老关，你这伤的可不轻啊。没事儿，就是挨顿揍。咱们走吧。来，老杨，哎，跟我走。队长，我还是留在这里吧。山杏肯定是被抓过去了，我留在镇里探探情况。大明，你现在的处境太危险了，你还是先跟我们上山吧。啊，走。队长，申辉元以为我死了，只有关日才知道我还活着，但是关日才被我逼着去劫狱去，他不敢说我还活着，只要我不公开露面，应该没啥问题。我还是留下吧。你看，大明是担心山杏啊。我看就让他留下吧。不过大命，哎，你一定多加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好。大命，哎，打听山杏消息的同时，别忘了那件重要的事情，也多留意留意啊。好的，队长，我明白。啊！记住了啊，回去以后啊，就按咱们编好了，千万别说漏嘴。龙爷，你就放心吧，编瞎话这本事可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。
回事啊，我挺纳闷的。昨天晚上我跟关队长研究去指挥团抓个人，问问山杏是不是关在里边了。按说挺秘密的，咋就中了埋伏了呢？我想是不是有人告密啊？是吗？啊，有这可能。那你这么说，咱们关家大院有内鬼？你说上次山杏带着游击队下山去运粮，中了守备团的埋伏。要是没内鬼，守备团能知道游击队要去石灰窑运粮吗？大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鬼火跟我说的，他看见大丫一大早就鬼鬼祟祟的出去了，鬼火怀疑大丫是内鬼。我问过大丫了，大丫说他那天早晨啊是出去给奶奶买火烧去了。大丫还跟我说，说那天早晨鬼火是跳墙回来的。我也问过鬼火了，鬼火说他那天早上起来啊没跳墙，起来是喂牲口。我问他为啥头遍鸡叫就喂牲口，他说他那天早上拉稀，上完茅房以后啊顺便喂的牲口。大丫也跟我说了，他说他怀疑是鬼火给守备团通风报信了。哎，这就迷糊了啊，到底信他俩谁呀？我觉着大丫不像，你说说他给守备团通风报信没有道理呀。但有个事儿挺怪的。啥事儿啊？我上次跟鬼火一起去大丫家，发现大丫他爹死了，死七天了，大丫不知道，你说怪不怪？还有这事儿啊？那就是他家人没告诉他呗。我觉得大丫不像。我也觉得大丫不像，那就是鬼火了。你忘了，他跟关世才勾搭过，上次狼雕大哥下山运粮，就是他一路跟着做的标记。狼雕他们下来运粮食，是我在后边偷偷做的记号，所以守备团他们才追上的。啥？这个事是你干的？咋这么气人？放了，小点声，叫着。不是我想干，是关世才非逼着我干。他说了，我不干就崩了我，我们家人也活不了。就是他，大明。那你说你这次回关家大院，他能不能给守备团通风报信啊？有这个可能，我得想办法稳住他。你想啥办法稳住他呀？这昨天晚上也没喝多少啊，咋吐这样了？队长，是叫人打的吧？哎呀妈呀，打的也有。关键是山杏塞我嘴里那个臭袜子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臭脚丫子味儿，我一想起来，慢点，队长，慢点，慢点。再恶心的话也没啥吐的了，再吐的话就吐胆汁了，要不然的话就吐肠子了。哎呀，哎呀。到了，到了，你咋不去呢？快去吧！哎呀，这味儿，哎呀，啊！哎呀我的妈！队长，我给你整口水喝啊！哎呀，那还用问吗？快点给我整口水，我漱漱嘴。哎呀，哎，盖儿拿去。队长，昨天晚上到底咋回事啊？哎呀，我也不明白，那个山杏这口供怎么能跟我一模一样啊？我真是奇了怪了。你啥意思？哎呀，跟你说你也不知道。哎，我现在也糊涂了，我彻底糊涂了。啊？哎呦！咋不吃了？咋的了？昨晚没睡好，做噩梦了？是做噩梦吗？做啥噩梦了？咱们家这仇可能报不了了。
咋报不了了？我昨天晚上看见赵三龙在社会员办公室。那你咋不把他抓住毙了？毙了？啊？说毙了，我骂他两句，社团长都拦着。咋的？社会员跟他有亲戚啊？没亲戚。那么以后可能就成为亲戚了。啥意思？那坏东西关世才带着赵三龙去找社会员，赵三龙表示他要投靠社会员。社会员要吗？不光要他，还要给他加官进爵，指望着他把山上那帮土匪全带下来归顺他。爹，他要真那么做了，那社会员至少要给他一个营帐，那他到时候全大事的。咱们家这仇真报不了了。你说你啊，不听我劝，现在咋样啊？仇报不了了，老关家也得罪了，你这不是敲诸葛耳朵两头遭罪吗？行了，就你是大明白。就跟我有能耐。请慢用。参谋长，你说共产党这个关队长昨天晚上独闯军营，难道就仅仅是为了打探山杏的下落吗？团座以为他还有别的目的啊？我想他一定是另有所图。难道是为了侦查我们的秘密？肯定是这样。参谋长，共产党的卧底查得有眉目了吗？还没有查出来呢。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呐。嗯，咱们团里面大大小小的军官有十多人，您容我慢慢查吧。山杏现在在我们手上，如果撬开他的嘴，不就查出来了吗？嗯，这倒是个很好的办法呀。嗯。小丫头片子，都说你厉害，今天真叫我见识啊！姓佘的，你们凭啥打我？打人总得有个道理吧？这么拷打你，你小嘴还叭叭。我现在问你两件事情。你们打我，打我，我就不告诉你。好，现在不打你了。你告诉我，一，那天游击队被伏击，是土匪来解围，谁给土匪送的信儿？二，游击队现在藏在哪里？你说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国民党咋能让你当团长？你说你笨不笨？我要知道谁给土匪送的信，我还能领着游击队上石灰窑吗？我们下山以后被你们伏击了，这个时候土匪才来解的围，我咋能知道谁给土匪送的信啊？你当时不知道，后来也不知道吗？后来我被关禁闭了，再后来我就跑下山了，我咋能知道？团座，他好像真不知道。好，就算这件事情你不知道，我再问你，游击队现在藏在哪里，你总该知道吧？哎呀，说你笨你还不爱听，可你就是笨。你好好说话，好好说。我现在告诉你游击队藏在哪儿有啥用？我被你们抓了，人家肯定知道你们要问我他们的位置啊，是不是？他们还老老实实待在那儿等你们去抓呀？傻不傻？你要问也行，我告诉你，
他们藏在老虎岭，你现在派兵去抓吧。小丫头片子，不好对付啊。我咋不好对付？啊，你问啥我答啥，够配合了吧？行了，姓佘的，你问也问完了，我也回答完了，你是不是得放我走了？还留着我干啥呀？管饭呀？放了你，你想的倒美。那你留着我有啥用啊？有没有用得关着你。你参加了游击队就是共匪，我们抓住共匪绝不轻饶。你既然进来了，就别想出去了。来呀，把他关进大牢。姓佘的，你们凭什么关着我不放啊？啊！爹，您杀了我吧。大当家的，饶命，饶命！站起来说话。不了，儿子有罪，还是跪着说吧。去哪儿了？去甘泉岭投奔杨二虎了。咋又回来了？他杨二虎处处给我气受，不给我好脸子看，我忍不住就回来了。你明明知道我跟杨二虎有仇，你去投奔他去，我这养不了你了。您以为我有家不想待吗？啊，您以为我愿意去受他杨二虎那气啊？咋的了？我委屈。啥委屈？我是您亲儿子，我说什么您都不，你只听他狼雕的，不听我的。狼雕让您往东你就往东啊，他就算把您往沟里边带，你也得跟着去。小三郎，你能不能不说三良心的话？我咋了就把大当家的往沟里带了？你想把我们弟兄们拉下山去投靠共产党，这不算往沟里边带吗？投不投靠共产党，我只是给大当家的一个建议。你知道我拦着我爹不让他去，就设毒计害我，这也算建议？赵三龙，你别恶语伤人啊！我出啥毒计了？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啥大事？老乔正和这一道叫人给杀了！啊！李德豪，那小偷，李德，老乡人，谁干的？爹，这还用问吗？三龙，你可真够狠的。我狠还是你狠呀，狼雕？老乔头上次戳穿了你的阴谋诡计，你怀恨在心，你就杀了老乔头。我一刀兄弟，他能证明他当时只是给老乔头送饭，而并不是给你说的什么山杏。你却连我的一刀兄弟也给杀了，老乔，你他娘的可真狠心啊！为了你那点谎言，你不惜杀害两条兄弟的人命啊！你他娘的是人吗？把枪放下。这人是你杀的吧？爹，这话亏您能说得出口呀。老乔头他给我作证，我杀他干什么？杀人灭口啊。好，就算是我杀人灭口，一刀的，啊。一刀的，一刀救过我的命，我们是过命的兄弟，我杀他干什么？爹呀，您糊涂呀！两条兄弟的命摆在您的面前了，你还是信他狼雕不信我是不是？好啊，我知道，你从来就没有信过，从来就没有信过。今天只要您能信我。我就死在你面前！哎，龙爷，子龙，龙爷，你拦我干什么？你拦我干什么？独眼龙，别胡闹了！娘啊，娘啊，大哥、二哥，我就是爹唯一的儿子了，唯一的儿子，他信一个外人不信我，我还不如去陪你们算了呢。别嚎了。狼雕，怎么解释？
大哥，今天这个事情，我长十张嘴也说不清楚。如果你相信三龙说的话，就一枪把我崩了吧。死在你手上，我也不后悔。如果你相信我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，让我去找共产党游击队。爹，听着了吗？他要去找共产党，他要去找游击队，不能让他走啊！浪雕，要走你就走，我不拦你。走啊！去找游击队啊！你干啥呢？哎，你干啥呀？哎，哪来的钱？啊？把钱给我。给你？你说，钱哪来的？我哪来的呢？你把钱给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就给你。你给不给？不给。不给是吧？不给。我。行，行，你这。跟你牛的你，哎，生我这。给不给？抢我钱！抢我钱！这把你能啊！啊！你看我干啥呀？干啥？大眼儿，别看你平时大大咧咧的，其实你比我还鬼头是吧？我哪儿鬼头了？说你鬼头啥了？你爹都死了七八天了，你能不知道？爹死七八天了，家里人没告诉我，这有啥好解释的？爹都死了，家里也没人告诉你，谁信呢？你后爹呀、啊？你才后爹呢！你逼我整的没有用的，你告诉我钱哪来的？哎，这，哎呀！大眼儿，哎呀，上！大眼儿，你听我说，咱俩这么疑神疑鬼的，有意思吗？累不累呀？啊？行了。你也知道，以前我挺喜欢你的。山杏已经嫁给丁大命了，你就死了这个心吧。嫁给我吧，你嫁给我，成不成？山杏嫁给丁大命之后，我确实想过要嫁给你。可是我发现你鬼心眼太多了，我改主意了，我现在又不想嫁了。大眼，我发誓，绝对不给你耍鬼心眼，行不？嫁给我吧，啊！这这。哎，你看，别管我，干啥呢？跑这造小人来了？这粮食还吃呢？闹着玩呢。他想，我才不干呢。你干，我还不干呢。你不干，你亲我，你臭不要脸！你手欠，你欠我钱？啥钱啊？干！大明哥，你看，大洋，三块大洋。桂花，哪来的钱？
谁给的？你俩管呢？我又不是偷，又不是抢的。不偷不抢，你的钱也不干净。我钱咋不干净啊？你给我说咋不干净？不是好道来的，不是好道来的，是哪条道来的？你说。魏虎，你这钱要是好道来的，你就说呗。啊，有什么可藏的？你啥记性啊？关世才。关世才，大明哥，你听没听到？关世才给他的。哎，好了，行了。这事儿我知道，你俩跟我下来。